问老师啊，我想问老师，他们老师有一个是香菇老师的，他们老师是香菇老师，香菇老师。他是樱桃班的，可他是樱桃班的，科科樱桃班。科科学校的老师叫香菇老师。哦，他们班的老师叫香菇老师哦。对，妈妈看见他们班的老师叫瞎子老叫师。瞎子老师哦，对，真的哦。妈妈爸爸那班的老师叫小熊老熊师。熊老师，对，那他是念哪一班？肉肉念哪一班？那个。又有的，又又是叫什么班？没有班的，啊，他是苹果的，他是苹果班哦。对，哦，那科科哪一班？樱桃，樱桃是什么班？樱桃班，樱桃班是大班、中班、小班？小班，小班哦。那他堂姐是哪一班？二七的，安亲班，他的老师叫什么？老师？瞎子啊。瞎子老师哦，那肉肉的老师叫什么老师？小熊啊，熊熊老师啊，科科的老师叫什么老师？香菇啊，香菇老师哦，哦，所以一个是安亲班，一个是小班的樱桃班，一个是幼幼班的苹果班，啊，老师是瞎子香菇。跟熊熊老师是不对。是？哦，是这样哦。爸爸回来，你再跟爸爸讲。好，那你要跟爸爸说，好不好？跟爸爸讲。